以后我必须要选一个的话，你选谁？同意。好，没点刚来的，朱姐送的啦，奶茶一喝，烦恼全忘。有一次，她让流浪狗给咬，委屈的一直哭一直哭，谁哄都没用。最后，还是她爸爸给她买了一杯奶茶，加工好。明知狗不是为了疼人，是为了不安生。是。腾云和我必须选择一个的话，你选谁？